继续来看地方文化活动的消息。大甲文化基金会将在10月1号要举办旗东成果展，为了邀请庄内的庙宇共同来参与这场盛会，基金会今天特别遵循传统，准备了请帖还有昂骨柜，来到庄头五大庙，并邀请众神还有大家来二姐就街采街，为民众来祈福。在大二节艺术研究所精彩的大神翁表演之后，基金会人员特别将请帖和昂骨柜放在贡品桌上，并且向二节王公禀告来意。恭请王普公三王天尊，谨以天运岁次回己，回四年10月29日酉时驾临二节王公庙旧庙城，观赏大二节王公艺术研究所年度公演。一上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；再上香，祈求二节王公庙香火不断、庙务鼎盛。大二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殿宏表示，早期庙庆活动，信众都会准备昂骨柜来拜神祈福，因此这次的成果展，基金会特别遵循传统，准备请帖和昂骨柜到五大庙来邀请神明共同参与这项盛会，为民众祈福。特别啊，把帖子送到啊庙里来，啊特别来邀请我们的神明啊，在啊国历的12月1号啊5点啊到啊二姐王公庙的庙城啊来看戏。那根据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啊礼仪，那我们做了36个昂骨柜啊。那其实我们早期在社区里面，那尤其是王公先啊做老者，啊被邀请也亲朋好友都会透过做柜的方式做分享。那我们就依照这样一个方式，今天啊在还没啊办理活动之前呢、啊，就把这个36叠昂骨柜啊来加给啊王公来祭拜，然后邀请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年度公演来看戏。大二节艺术研究所的旗东成果展，12月1日将在二节王公庙庙城举行，欢迎乡亲踊跃观赏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